我说的重。那这次我们来制作一个新冠病毒，在 3D Max 里面制作新冠病毒，我这边也使用到了Tableau 和这个 Theory Nest。 那废话少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那来到 3D Max 里面，首先我们需要制作一个病毒的大概本体，我们放大一下，记得打开这一个快捷键，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不过用一下就看到我的快捷键操作。那这边的话，首先我们添加一个几何体，第五个几何球体吧。几何球体的话，它的面和面分布会比较均匀一些，这样的话会方便于一会儿我们的制作。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制作新冠病毒上面的那些助教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冠病毒的这个结构。我们需要制作这样的一些触角 ，OK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圆柱体来完成这件事情。边数稍微降低一点，高度很怪。上面是个比较大的一个球，做个风格。下面的话，它和这个病毒接触的话，我希望有一点点转折，所以，继续加线。其实不用特别精确，因为一会儿的话，我们需要用 Tableau 来把它进行。OK， 完成这个之后，我们再做一个小的。这个小的话，主要是为了体现它的一些差异化的东西。还是这样的，我用这个圆柱体来制作。这里有一点要值得注意啊，我们在制作的时候，这个脚柄一定要保持在底部。因为一会儿的话，我们需要把它分布在这个圆球上面。如果你不把它放在底部的话，它就会导致一个问题，也会陷到里面去。那我们继续，转化为可变自动变形。那下面就用。我希望它形状会跟之前的有一些区别。问题大，然后复刻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完成了两个触角的一个制作，把它分布上去。分布的话，我这边使用的是创建面板，找到复合对象。我们先选中要分布的对象，也就是这个触角，然后点击散布，然后失去分布对象，然后点击下我们的这个球。可以看到它现在就已经点击上，就已经分布上去了。但这个球发生了一些闪烁，之所以会发生闪烁，原因是我们来到这个修改面板，我们稍微放大一下，
在这个散布的设置最下方，我们需要勾选隐藏分布对象，否则的话它会把球同时和原来的球的本体同时显示，所以会发生一些闪烁，我们需要勾选上。 OK， 然后这里面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调整呢？首先第一个是重复数，重复数量越多它分布的也就越多。第二个是它的分布对象参数，我这边使用的是随机面，这样画看起来会比较随机一些。然后基础比例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缩小，不要让它太大。然后第四个，它的一个变换，变换的话它指的是一些随机的变换，我这边使用一个 Z 轴上一个高度的随机比例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触角上就会有高有矮，问题大。我们可以再多分布一些。OK， 第一个完成之后，第二个也是一样的操作。我们需要先选中这个触角的本体，找到散布，失去分布对象，点击接收。然后接下来来到修改面板，不要再创建面板去操作。来到修改面板的最下方，勾选隐藏分布对象，然后接下来和刚才的大同小异，一旦有个地方我们需要去修改一下它的种子，种子指的是随机数的随机分布方式，那我们随便给一个数字就可以了，对，43。 OK， 随机面勾选上，重复数的话它是大小一直缩小。OK， 那完成这两步之后，我们就已经能得到这个病毒的大概形状。大小，随机大小，随机的比例，这一种，有一个35%的变化，基础比例是吧？那完成这一个基本的形状之后，我们把它塌陷成一个整体。我们来到这个使用程序，找到下面有一个塌陷，塌陷选定对象，下面勾选塌陷成单个对象，点一下，可以看到它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单个对象。右键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，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。接下来我们需要 Tableau 来帮助我们。 Tableau 这边的话，我们来到创建面板，找到基标准基本体。我们来到它的 editor， 在 editor 里面我们需要和之前一样，我们首先需要个粒子的出生 birth， 然后还需要一个位置对象 position 的 object。 那 birth 这边出生这边 start 和 end 我就改成1，这个数量这边改成50万。然后位置对象这边我们需要 pick 下我们的这个球，点击一下 pick， 点击一下球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球上已经生成了密密麻麻的这个小点，如果你觉得它看起来有点恶心的话，可以把 display 暂时先关闭掉。然后在球上面我们也需要设置一下让它不可渲染以及显示为外框，然后聚焦到虚景。现在的话我们得到了像这样的一个叫点云的一个例子，接下来我们需要让 Tableau 的 Time Mesher 来帮我们把它重新制作成一个新的模型，我们先把它 display 暂时关闭。Time Mesher 在这个创建里面找到这个几何体，继续往下翻找到 Tableau 这里。那它这个 Time Mesher 的话，它可以将点云做成一个几何体，
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来到它的修改面板，我们需要 pick 这个 tableau 的本体，直接 pick， 点击一下 tableau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的话，它已经帮我们生成出了这一个冠状病毒。那这边的话，有几个需要，会影响到我们的设置。第一个是它的这个变形球的大小，这个变形球的大小，它这个变形球的大小越小的话，那么它之间的这个粘连性就越小，如果太小的话，它就会变成这样的比较破碎的一个情况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场景大小来调整它。我这边调整到0.5。第二个是它的一个叫张力，张力越大的话，它越靠近的模型它就会连接在一起。然后第三个是精度，精度的话我们找到的变形球的精度，数字越小精度越低，同时保证变数不要太多，这样看起来要好一些。这样画面数也不会特别的高，同时画一个不同的整体。OK， 这边的话我们导出设置一个新的模型，然后 Tableau 的设置 Editor 我们先关闭掉。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生成了一个新的模型，我们先暂时把其他的模型关闭掉。